从来不建议大家去看那种就什么明星养娃的那种东西，说啊，你看人养娃方式，放任孩子的自由，他自由将来还会过很高级的生活。他爸他妈是谁呀？你行吗？你有那条件吗？所以说的话，我就说不要有这种节目，你给老百姓看，老百姓的家庭不是那个样子的。你到最后的时候，你说你是他是对的呢，还是错的呢？对于他来讲是对的，但是对于我来讲是错的，对于我们大多数的人是错的，他就不应该被所谓的鸳鸯。近日，张雪峰在一次采访中谈明星带娃类综艺。他说从来不建议大家去看明星养娃的综艺节目，因为老百姓的家庭条件和那些明星不一样，这类综艺节目存在误导性，不应该被宣扬。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讨论，甚至一度登顶热搜。网上有很多人对这番言论表示赞同，明星的家庭条件的确和普通人的家庭条件不一样，过度效仿的确不可取。但也有人表示大家都明白，看这类综艺也就是看看明星家里的门花卖门，图个解压罢了，哪里会真的去模仿啊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